闯到最后一关了，我终于见到我的桃子公主了。恶龙，给我出来！接招吧！呀呀呀！停停停停停！跟我玩乒乓球算了，换交换场地。哎，小子小，小子小，恭喜我！你等着，我去吃蘑菇，回来收拾你。哎，不是马里奥，等会儿有话要说。喂，小龙人，小龙人，小龙人摘不出来，我跟你急药，真急药。我不是小龙人，我是恶龙。我问你，你刚才上哪偷懒去了？哎呀，公主啊，赶紧的。收拾收拾，为什么？你家老爷们接你来了。谁？马里奥。还把我绑起来干啥呀？我一定让他看看，在他打游戏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在你这里受了多少委屈啊。啊啥啊？快点啊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觉得绑不太好啊。如果打是不是来得更直接？打快了。哎呀，打狠了，这是。啊！恶龙，受死吧！来来来来来，今天咱俩不打了啊！赶紧把你家老娘们接走。哎呀，他太能折腾人了，我可受不了了。你同意放他了？我早就同意了，他不走啊，非等你闯过来救他。来，赶紧那个走走。哎呀，又碰小了，烧蕊！你手真欠呀，烧蕊！我再去找蘑菇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找了，搁这有啊。谢谢你。啊，看看看，耶！哈哈哈哈！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小桃啊，马里奥，我在这儿啊。我的妈！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啊！你刚才是不是把我打蒙圈了？啊！我怎么出现幻觉了呢？怎么的？在我眼前出现了两片蚊香。什么蚊香啊？眼镜，他玩游戏玩的眼睛都玩坏了。对呀，桃子公主，为了救你啊，我几天几夜玩游戏不睡觉，饿了就吃方便面，终于打到关底见到你了。公主，跟我回家吧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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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凭什么跟你回家呀？凭什么呀？啊！你整天沉浸在你那破游戏里，你管过我吗？和你那傻兄弟在那水质管子里钻来钻去，顶砖头顶个头破血流，在你心里我还不如一个蘑菇。照这么下去，我早晚成为游戏寡妇。你看人恶龙，你再看看恶龙哥，长得多磕碜，但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他每天陪着我，逗我开心，陪我玩游戏，什么天天飞车，天天爱消除，天天连连看，这两天还出了一个什么天天炫斗，这一天天的把我龙哥累屁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眼泪该出来了。我说你俩以后回去好好过日子，别总玩那游戏了，干点正事儿啊。放心吧，恶龙哥。嗯，公主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玩游戏了。我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帅，真帅，真挺帅呀。哎，对了，马良啊，如果咱们俩走了之后，那恶龙哥在他的游戏世界里多孤单呀。对呀，放心吧，只要你不玩游戏呀，我就退休了，我一定会过好日子的，放心吧。来，可以祝福我了。啊，恶龙哥，祝福你！哎，我又想了，气儿不气儿，气儿不气儿啊？是啊，恶龙哥还有蘑菇没呀？没了，怎么办？还怎么办？就认地吧，跟大哥再见。大哥，再见。好，谢谢三位刚刚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小品《超级玛丽》，对吧？对啊，但是到这个关底，我们谁也没过去过，啊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是如何。今天终于给我们，啊，演绎了一把到结局
真正的那一刻，原来是这个结局啊！它是完美的爱情，完美的爱情。嗯，其实我们就是刚才听到提示音了，我们有一段就是没演出来，我想让大哥把那一段给说出来。我感觉那是那个也是对我们21位选手的一种鼓励吧。放心吧，只要他俩不玩游戏呀，我就退休了。以后你俩呀别在一起二了，我就可以回到我那疯狂景乐园呐，种点开心地瓜，养两盆开心大刺花，我再找个老伴一起 fighting， 喝点小酒，吃着辣白菜五花肉，小日子过得保证疯了。哦，正好七个，刚刚好七个，我的天哪，哦，还真是，他讲的还挺圆满。我们首先听一下三位的指导老师。大伟老师的点评，掌声有请。很高兴啊，这次一看呢就一目了然了，知道在说什么了。高兴啥嘞？我就很好了，啥对吧？都高兴，你看演技又好，默契又好，剧本又好，完全反对。你怎么？而且他还没有说，没觉得就反对了。哪个地方觉得高兴的？以我的角度来说呢，平。平安的平一个字，这没得点了，其他都不用提了，很平很平很平，笑点呢堆砌出来的，就靠那个对白讲一些大家哎呀很逗的对白，不是喜剧，有很多风格。我个人的点评就是一个字，平。